玩具欢乐秀，我是月月姐姐。哎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前面空空如也，那呢，我们一起来玩什么呢？今天可是小男孩的超级福利，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玩具呢，男生都会超级喜欢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噔噔，哎，就是我们的拼插玩具，是宝马系列的哟。哎，我们看，它是一个海蓝色的，然后做工呢非常非常的精细，是宝马的 X5 系列。哎，我们还可以看看后面，那这款的玩具呢还有同样的颜色的白色，这边的这个 i3 系列呢是它的新能源的车辆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动手，把这个非常漂亮的宝马给拼出来吧，小朋友们一起 GO。哎，现在玩具在手，让我们赶快把它拆开看一看吧，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现在呢，我们把一部分的零件已经给分好组啦。那第一组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汽车的底盘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发动机，这两边呢，待会儿是可以安上轮子的。那首先我们把它给拼装上。接下来我们来拼一下它的侧面，那是我们的车门的部分，这个是车内的一个装饰，哎，把它给安装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拼出了雏形了。那这个呢是我们后面的车门，这个是我们的车尾部，来，再往前，这就是车头啦。那我们接着来拼。我们要把车尾给安装上，哎，这里正好有一个卡扣。现在我们的车尾还有车头都已经安装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啦，我们的车顶啊，还有尾部，我们把它安装完整。现在我们把它安装到我们的车的底盘的这个上面，现在还有我们的两个车门没有安装，把它给安装上。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底部，现在轮胎呢都已经把它们安装进去了。安装一下前轮两个，还有我们的两个后轮，它们给安进去。好啦，我们检查一下还有哪个部分没有进行安装呢？车的前面、侧面、尾部。哎，宝马 X5，看来猪爸爸我要减肥了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车，宝马 X5 呢，它是拥有运动性能的车，又有四门车的舒适，而且适用于各种路面呢，不仅被证明是最安全的 SUV 车型，也是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所测评过的表现最佳的汽车呢。嗯，这款车车内的空间非常的大，可以储很多的物品呢。哎呀，猪爸爸我可喜欢这辆车了。我再试试，我要进去。